大家好。因为今天有那个其实安排的是一个录制一个课件嘛，所以也欢迎各位到场。其实每次讲这个讲的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呢我每次真诚的感谢到场的各位朋友。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拥有的知识其实足够你悟道的，我们不需要增加更多的知识来悟道。我们今天只是借用一些科学的逻辑体系来对十方缘做一个解读。那么十方缘在过去的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走出了一条从草根对主流产生影响的这么一条路。但我是一直在一个既是义工又是一个陪伴同时又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在观察在看。那么我在美国跟我美国的朋友们说起十方缘的时候我记得有朋友说如果不是你亲口告诉我这件事，说我不相信中国有十方缘会这样的事。那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其实我们这个宇宙的能量是平衡的在很多大家认为非常纠结非常困惑甚至非常恶劣的环境之中，它会成就最纯洁最高尚最善良这种心灵这种绽放实际它是一种平衡关系当时我在回中国讲课之前，有些朋友说你嗓子发梦，我东人指着钱谁听得懂你说什么？但我相信每个人内在都有具足智慧，它都是可以放心。那十方缘一直就在实践其实我在中国讲第一次课4、5年前，我讲完课当时就有朋友说老师我们愿意一起跟你做义工。就这件事情其实十方缘是真正的落地实践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从几个点来解读这个十方缘。我们从超越了善恶的角度超越了是与非的角度超越了所谓的这个公义善行的角度我们从纯科学的角度从一个能量关系的角度从科学角度来解读这个十方缘这件事情它对我们人生和意味着什么今天题目呢叫广义科学解读十方缘那我先解读一下广义科学。广义科学其实就是我们现实的科学逻辑，只是它把科学的定义域从3维空间拓展到5维空间。我们这个宇宙描述智慧的系统有无穷多个，那我们只是借用一个最普世的系统，也就是说科学的这个系统逻辑，来与所有智慧系统来寻找它们的接口。这样的话，我们以求同存异的心态找到了我们用简单的逻辑来解读我们的心灵解读我们在现实中各种现象，不管这个现象它对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它背后都有它的科学道理那么跟我们国家现在提出的正能量相呼应，就是我们在做一个唤醒正能量的生命实践十方缘实际在做一个唤醒自己内在正能量的生命实践。那么它由于自己被唤醒了，所以它投影到这个世界上，投影在老人身上，就呈现了一个被唤醒的现它就呈现了这个现实。所以这个呢是科学那我们讲从科学解读，我们内在是投影的，我们外部的世界是投影的现。自己没有唤醒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混沌的，是迷茫的。当我们自己真正被唤醒的时候，我们投影出来的世界就是一个觉醒的世界就是一个觉悟的人群。所以实际这里面说的唤醒并不是唤醒别人，而是唤醒我们每个人自己那么今天呢分三部分，因为要这个做成三部分，因为整个连成部分这个课件太长了，所以做成三部分课件。那这里面我们有8个章节第一呢就是十方缘十方缘起大爱绵绵。第二呢从第2到第7是十方缘的6度，高度就是境界的高度，深度是对生命的深刻领悟，广度是求同尊异兼容并茂，
兼容并蓄。温度是正能量带来的身心和谐，纯度是凝聚内在能量的条件，恰如是能量的和谐。与内在高维能量共振，是我们整体的十方缘这个现象的一个高度的概括。那我们第一段我们讲前三部分啊，大概一个小时啊，中间讲中间的一个小时，最后咱们三个部分是一个小时，中间上面有三个小时的时间。首先啊，我们讲这个最开始的这个部分叫十方缘起大爱缘起。首先我们说什么是缘，用一个简单的话说，缘是生命内在能量的关系。那么我们讲，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我们有不同的维度空间，不同层次的生命空间，一维是一条线，它的能量只能在这条线上传递；二维是一个面，能量在一个面上传递的时候，它比线上的自由度高了，它包含了比线更多的信息，它的信息含量是线的无穷多倍。所以我们都知道，一个面里面有无穷多条线，到了三维空间它就立体，所以它又包含了无穷多的二维。那么这个不同维度空间的空间事物的关系是什么？从科学的逻辑给大家的验证是，就是低维空间是高维的投影，就是一维的事物是二维的投影，二维的事物是三维的投影，那么三维的事物就是四维。所以所有我们在现实空间里看到的一切来自于我们的高维投影，来自于我们的投影，就像是我这个手，我这个三维的手，我投影到这个屏幕上，它是一个二维的像，那这个手一转，这个像就变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手一动，这个像就在变，所以投影原理的事物决定了投影，投影原理的变化决定了投影的变化。那么这个投影源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管它叫什么？我们管它叫缘，这就叫缘。所以佛家为什么管在我们现实呈现的事物，我们的生命它叫缘起，它的一切事物它不说开始和结束，因为到第四维时间是变量，它不存在开始跟结束这个概念，因为它在开始跟结束的这个空间，它可以任意颠倒，它可以任意的穿越，所以这个叫缘，那我看这个大拇指跟小拇指，在我这个手上，它的关系是注定的，所以它在任何一个投影里面，它都有一个内在关联，可是在这个投影上，大拇指跟小拇指挨不上，这叫有缘无分，可是在这个投影上，我的大拇指跟小拇指的像可以重合，这叫缘分具足，所以我们说的十方缘，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所有三维投影，他们在投影源里面聚集起的这个境界，而这个投影源，三维的投影源是四维，四维的投影源是五维，那一直到最高境界是 n 维 n 趋于无穷大，那是一切世间一切宇宙中一切的总的投影。这个投影源是我们共同的源，在这个投影源里面，世间一切事物、一切智慧、一切能量关系合一，所以实际上所说的十方缘，它源于我们内在那个具足的智慧的源泉，在佛家管那个东西叫道，叫佛，或道家叫道，基督教管那叫神，在这边我们讲这个缘，实际是我们所有生命内在的能量关系。所以十方缘连接的是内在的生命关系，所以为什么能跟老人连接？什么叫心灵关怀？心灵不是在外部呈现的像，而是我们内在投影源之间的关系。而当我们在内在的投影源里边的能量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内在能量的共振，这种共振的传递在不同层次上的感受会不一样。在基督教里把这种跟高维能量连接共振的状态叫圣灵充满，在佛教管这个跟这个高维能量的连接叫灌顶，叫开悟，叫法喜。所以我们在现实之中，
我们跟这种能量的共振关系叫什么？叫爱的关系，啊，叫爱的共振。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原来一切啊，它都是能量关系啊，这个能量关系之间啊，可它不能存在。所以呢，这就是缘。第二呢，就是爱。爱是什么呢？是现实空间感受到的最高境界的能量。啊，刚才王晶老师提到了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不断在现实之中在重复着这样的语言。所有的宗教啊，在这个现实之中，它宣扬的就是大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宇宙空间里面，我们人能感受到的大爱的代表、大爱的表象，就是太阳。这个太阳呢，它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好人多给他一点，一个人是坏人少给他一点，啊，它不分别，所以没有分别的这种爱和大爱。那这个爱在我们人间的一个人的具体的体现，在我们近代，那就是普瑞斯摩摩。所以十方缘起的楷模就是普瑞斯摩摩，在爱中有家，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大爱，啊，是在这个世界上，让每一个人啊为之感动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我们这个三维空间最大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在《道德经》里有一段话叫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什么意思呢？道是 N 维宇宙空间 N 虚无穷大的一种智慧，是这个宇宙中极致的智慧境界。德是什么呢？就失道，离开 N 维到 N 减一维的时候，它就进入德的层次。所以四维和 N 减一维之间啊是德，啊是德。佛家管这个境界呢叫功德，啊，所以有德高望重，厚德载物。那失德而后仁是什么意思？啊，就离开四维进入三维空间，离开了功德的层次的时候，进入三维空间。它就是以仁爱的形式呈现，所以它就是我们宇宙中最大的能量。而在物理里面呢，和我们的文字这个系统里面看这个人呢，啊，在文字系统里人是一个立人和一个二，它是两个人。那物理里面说这个两个人是什么呢？它恰好是量子态的波粒二象性，粒子性是在三维空间成的实相这个人，啊，波动性是那个能量态。没成像的那种隐形的那种能量关系，也就是我们投影人跟三维空间连接的临界态。所以这个人他就有双重含义，啊，这个人就有双重含义，因为他来的大，啊，他从高维直接下来，所以他是最高境界的能量，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说你要改变一个人或者说影响一个人，啊，你用任何的，啊，批判的理念的东西其实你不能根本的去影响，只有爱，只有你真正的爱跟他的能量产生共振。那十方缘啊，在跟林中老师之间实际上是呈现着这么一种能量共振关系，啊，完全全然的在内在啊产生共振，啊，外部的手段方法有很多，啊，十方缘有十种，啊，不同的方法，但这个方法的背后啊只有一个字，啊，就是爱。所以呢，这就是十方缘的整体理论体系来支持十方缘做这件事儿啊，从理论上、从科学上啊的一种解释。那么临终关怀是什么呢？实际是在爱中回家的生命来向。我们说一个人啊，生命他的什么状态最重要啊？我们在以前的课程里专门讲过，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提升意识能量的自由度，提升这个维度啊。为什么这么说啊？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我一条线啊，一条直线，我怎么打呢？这条线它都不美啊。但是我在一个平面上，我可以画一个很美的图画。那么我们人对二维空间的美感，对一维空间要美无穷。再美的一个画，我都不如把它变成立体啊！我可以画中游，所以我们人对三维空间的美感又比对二维空间美无穷多。
通过数学归纳啊，我们可以以此类推，每多一维啊，我们内在产生的美感会多出无穷多维。所以这就非常重要，就是提升维度能让我们内在产生的啊对生命的这种美感啊，对宇宙啊整体的这种美感多出无穷多维。当我死的时候，我的意识如果停留在三维空间，那我能看到些，让我参与过来。但当我死的时候，我的意识啊在第四维，那我看到的空间一定比现实美无穷多倍。那个比现实美无穷多倍的地方，宗教管它叫天堂。那在佛教里面在讲啊，这个大梵天啊、刀立天啊、兜率陀天啊、他发菩萨天，有不同层次的天堂。什么意思？就是指的在高维空间不同层次的能量结合体啊，它就是意识能量的结合体。当然我们今天不展开讲科学系统里面怎么去描述意识和物质之间的啊这种逻辑关系，我只是把结论跟大家讲啊，这个宇宙空间的一切都是能量，都是能量波，而这个能量波的自由度啊呈现了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的不同层次啊，能量波成像形成了物质，能量的波没有成像的叠加，就是我们的意识啊，就是我们的知识，就是我们的信息。而超越三维空间的能量状态啊，只能存在于意识之中。这个与时间没有关联的，跟我们这个客体或者我们的主体有关的这个能量体系啊，被宗教称之为灵魂。所以当我们相信这个永恒的超越三维空间的能量它是永恒存在的，那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就会彻底的改变，对生命开始和结束的概念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所以人在临终的那个时刻啊，他的能量是呈现一个上升状态还是个降低状态，太重要了。因为此时此刻这一秒钟之后的下一秒，我们有无穷多的选择，这种选择是让你能量呈现一个正向，这叫正能量方向，还是一个负向，还是一个负能量方向，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临终关怀，特别是临终的心灵关怀，恰好是在啊这个生命能量的关键时刻啊一个选择。一个人如果在临命终之前，他进入一种纠结、困惑、痛苦、煎熬的状态，那它的能量在持续的降低啊，它的能量境界、能量状态在持续降低啊，那降到更低的维度的时候，在宗教把它描述成一种抑郁状态。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个能量的两脚不断的提升啊，不断的提升，在爱的能量共振下向更高，因为爱是三维空间和高维空间的临界态，你向这个临界态去走的时候，那它一定它就成两脚。所以临终生命的这个临终关怀其实是在爱中回家的生命。我们知道后面我们会讲啊，生死啊，生死的本质啊，我们通过对生死的本质理解什么叫爱中回家啊，我们以为回的那个家啊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其实那个家是我们真正每个人内在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最终的投影源是合一，在那个家里所有的时间一切众生都是一起啊。所以这就是讲我们讲临终关怀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意识的境界来面对它是非常重要的啊，是这样。当我们又把我们的意识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人间的很多事物、很多状态、很多认知里也产生纠结，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结啊，对生命、对死亡的恐惧啊，对生命状态啊一种纠结。我们会在老人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内在纠结呈现的影像。当我们自己不断的转化我们的认知，我们就能看到老人呈现了他啊跟我们内在相应的一个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当人临命终的时候啊，在那一段时间，他对他执着的、对我们共同执着的这个三维空间呢，啊，这个状态，啊，他在逐步的放下，
他的生命机能会让他对这个三维空间的感知已经不再那么的像活着的时候那么强烈。这个时候他感受到其他的三维空间的信息跟他并列的三维空间的所有信息之间高度平等。也就是那些弥留的人说的那些所谓说的胡话，说的那些东西，实际他只是感受到了其他的三维空间跟他活着的这个三维空间的所有信息关系高度平等。我们活着的人，我们觉得这个三维空间的真理啊，这个三维空间看到的一切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但在他们眼里不是。他发现这个三维空间的事跟他在这个幻境之中，在他回到投影源的状态看到的所有三维空间平等的。他能看到我们所谓不同三维空间的前世来生的关系，他能看到不同三维空间梦境和幻觉之间的内在关系。所以当他说出来的那个信息，现实理解了啊，现实的理解了。但是当我们理解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知道哦，原来他们具有更通透的，我们用一个括号叫视野或者感知力啊，他们知道他们有这种更通透的觉知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尊重，开始知道他们看到的世界比我们更好。这个时候你在面对他的时候，你跟他的沟通变得非常通畅，而这个时候的沟通，有的时候他根本已经不需要，根本不，因为语言是建构在我们这个三维空间的状态。但是有一条，你在这个空间里说的所有语言，你的甚至你的想法，他都知道，因为我们的意念就是能量波，是超越这个三维空间的能量波，它超越光速的。所以人当放下了这个三维空间的像的时候，他的觉知力就提升了。比如说这是二维的像挡在我眼前，看不到三维了，我拿开看到三维，我对三维的执着是我看不到四维，我穿越不了生命这个认知的时间障碍。当我把三维的这种认知不得不放下，但有些人临命终时，他是一种不得不放下，他不是主动的放下，他不是修炼到那个程度。当然有人修炼到那个程度，他没有纠结，但他没有修炼过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得不要放下三维的像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有可能看到是更高的。我们在临终关怀里头遇到过很多这样类似的案例，很多这样类似的案例。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临终关怀。那么我们在现实中讲的公益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自我幻想的人生。什么叫公益？我们在现实中大部分人的认知是基于一个小我意识给自己身上和周围的世界贴上和自己相关的标签，而这种东西恰好是影响和障碍我们内在自由度提升的障碍。它会挂碍，让我们挂碍在这个三维空间跟我相关的事物里面。而公益是什么？公益会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到更大的空间，更大的宇宙空间状态里面。这个时候小我所产生的纠结跟自己所谓相关的那些事情被逐渐淡化，那它带来的是什么？更便于我们内在智慧，更便于我们自己内在自由度的提升。所以它在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人生的使命，帮助我们实现我们人生真正的价值，也就是提升意识能量的自由度。所以这个公益本身应该是一个自我唤醒的一个过程。所以有些人说做公益是在做好事，其实不是。其实做公益表象上呈现是做好事，但实际上它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的对自己的慧命，对自己的内在智慧负责的一个实践明白的人他会越来越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喜悦和满足不明白的呢，看着这个人傻傻的这个也不挣钱也不要名那我说不挣钱可以，有些人不要名是不行有些人做公益做慈善
一定要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支票啊，让全世界都知道捐了啊。这个事情有一个公案，当年梁武帝让这个世界上啊，让中国很多人啊修佛，他建了很多寺庙。那达摩祖师来的时候，他就问达摩祖师：“哎呀，让那么多人修佛，建了那么多寺庙，我有多少功德呢？”达摩祖师给了他四个字：“叫实无功德。”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不是一个是和非的问题，这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当你在现实之中，你做奉献的时候，你是把属于你的那部分相对固化的能量给激活了。但是你把那份能量用以一种三维的形式，一种名誉的形式表达出来，那又回到这三维境界。所以这个能量没有提升自由度，它只是转化了一种形式，以一种物质财富的形式转化成了你的名誉啊，转化了你自己一种功利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其实并没有达到你真正内在自由的提升啊，这个也没有顾好。只是呢，他对你的提升的贡献啊，由于自己啊执着在现实的结果这件事儿啊，使得啊他本来做着一个可以提升自由度的事儿，而限制了这个自由度啊。所以这个在佛教上叫着功德相啊，或者叫着善啊，因为在善恶之间的取舍，还是在三维空间的逻辑体系里啊。到了大爱的时候。其实根本不需要啊，根本不需要评判，根本不需要认为哪件事是对哪件事是错啊，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一种生命状态的呈现，它是一种自然，它是那个境界自由度到那儿自然呈现的事情，它根本不需要过分的去渲染跟标榜啊。所以十方缘的这个核心里面啊，并没有认为自己在帮助别人啊，反而带着巨大的感恩的心，知道老人在帮助我们领悟生命啊，老人呈现的像给了我们最好的生命教育啊，因为老人其实是我们内在投影，你内在纠结你一定投影出来是一个纠结的老人，当你内在对这个纠结超越的时候，这个老人可以跟我们一起超越。所以每一次十方缘啊，在做这个生命关怀之后啊，大家分享的是一种内在的喜悦啊，是内在得到超越以后的那种状态啊，这个状态啊已经获得了，所以根本不需要再多的物质的和名誉回报，那个回报一回来，我们又把这东西拉回来啊。所以这个公益实际是做的啊。这个前两天我在无锡讲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问啊，他说我现在在街上遇到乞丐啊，这个我呢有一点纠结。我是不知道我是该给他钱呢还是不给他钱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呢我应该给啊，要做这个善事，有的时候我又在纠结，我觉得好像我这样给并没有对他本质产生什么帮助。他就问我，我说老师，我怎么样才能从这个状态提高呢啊？那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不管你给还是不给啊，你做完了就忘了，那就提高。我们很多呢，就把我们做了的事啊，不管那是好事坏事，他纠结在他自己的状态里面，他在评判，哎，这个时候他提不高啊。真正内在的提高啊，是在那个当下，那个当下你在哪个状态啊？那个自在的状态啊，那个喜悦的状态，那个与跟自己内在连接的状态，其实才是真正的价值重要。至于过去做了什么，未来可能会有什么，其实都不重要啊，其实都不重要。所以公益就是你这边做了，那边就能忘啊，这才是真正的跟你自己的成长有关联啊。那在十方缘的这个六度里面，第一就提到了高度，高度是什么？那就是境界，宇宙空间的层次叫维度。我们刚才说了。在我们算术数学体系里面，一维是一条线，二维是一个面，三维是个立体，四维就是时间是变动的，到了第四维就超越了时间对我们的限制，因为我们对这个宇宙空间认知最大的限制就是时间，
因为我们对微观世界的理解是因为时间分辨率不够，时间不能再分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微观世界有测不准原理，有电子原理。我们对宏观世界的理解是因为时间尺度不够，100光年以外的事情跟我们几乎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死的时候还没来。可是到了第四维，时间是变量，我们忽然就打开了对这个时间限制的三维空间的认知局限了。为什么呢？我可以把1秒钟变成10000年，可以变成1亿年，甚至变成1亿亿年，我想变成多长就变成多长。所以微观世界的一切可以在这个状态下，在时间成为变量的状态下寥寥分明。我可以把10000年、10亿年甚至更久远的时间缩短到1秒，所以外太空的事物可以瞬间拉到眼前，这就叫时间隧道和空间折叠。我们现代人的很多科幻产生于时间是变量这个概念中，不管是阿凡达也好，还有这个盗梦空间也好，西方人已经在突破时间局限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和尝试。但是大家注意，西方近代科学的逻辑思维是建构在三维物质基础之上，它相当于什么呢？它相当于溶洞里边的石笋，它是从下往上的。而我们东方智慧不是这样，我们东方智慧是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整体，它是从上往下来看宇宙，它是从 N 维空间 N 趋于无穷大往下居高临下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它瞬间是可以通透到无穷的境界，这就是顿悟的禅宗世界。金刚经里啊，这个道德经里都在呈现的这么一种空间境界。所以西方人在这个逻辑体系里面执着的希望、渴望用有限的三维空间，用低一维的有限实践去检验高维真理，那他很难突破，很难突破这个三维格局。而我们东方智慧是从高维，是以意识能量驾驭物质的，所以东方必然会引领这个世界的未来。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从2012年12月21日这一天呈现的转折，就是整个人类的意识能量的境界主导的境界从以物质为主导的三维空间提升到了以意识、以内在主导的高维。不管每个人相信不相信，我们看到周围追求心灵成长的越来越多，心灵就是高维像张朝阳他在这个时候他呈现了内在的觉悟自然产生我周围见到大量的这个在这个时空点，在去年到今年这么短的时间里迅速觉悟觉醒，是以我们以往无法想象的速度在拓展的这样的。而时空点恰好是在这个时空点上，包括我们现在十八大以后我们国家提出的正能量、提出的中国梦，都含着大量的这个高维意识。高维正能量是什么？就是提升自由度的能量，提升自由度方向是高维，叫正向能量，这叫正能量。中国梦是什么意思？是从高维空间驾驭低维空间。这个梦想是在投影原理可以设计出我们现实的，所以它非常的科学。如果我们整个全球全体中国人都在同样做着这个未来的能量设计，这件事一定可以成。这跟基督教里面说的祷告、能量设计是一回事儿，跟我们秘密吸引力法则里说的是一回事儿，跟我们心象学里面说的是一回事儿，当我们内在共同呈现，一个能量的成像状态的话，它一定会成现。关键是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团结起来，我们的意识产生高度共振。我们在给企业讲课的时候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不是人才。不是技术，不是市场，不是资金，而是企业内部意识能量的高度和谐。NBA 美国竞争最激烈的这个 NBA 篮球
这个 NBA 的球队里边有两个队八次获得，合起来八次获得了这个 NBA 总冠军，一个湖人队，一个公牛队。他们的教练带着他们八次获得这个冠军的教练 Jason， 他在带着这两个队在做，在做 meditation， 什么叫 meditation？ 就是冥想，就是共同在做梦，啊，就是共同在创造他们成功的这个梦想。它是在一个投影源的状态做 meditation， 是让你进入梦。冥想一定是在你的投影源里面，在你的意识深层，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去设计这件事儿，发现它出现。所以说，啊，在不同维度的空间层次里面，啊，创造了不同的生命状态。在高维空间可以创造成低维，而低维创造成高维。就像我在这个屏幕上，如果我在这个屏幕上去修改，啊，它只是在这个像上修改，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屏幕啊给涂了乱七八糟。这在我们现实人生里面在做包装，我包装我一个头衔啊，包装我一个学历。包装到最后，我只知道我是这个头衔，别人只知道我是这个头衔，我是这个学历的人，啊，不知道我是谁，我自己最后都不知道我是谁，啊，只有到内在，才能知道真正自己是谁。什么叫自己知道是谁？你带着什么样的天命到这个世界上？这叫五十之天命，啊，你带着什么样的人生的任务或者使命在这个世界？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来这干嘛来了？很多人不知道今生今世的意义，不知道到人生来到做什么，他只能说是来经历的，是来旅游来的。那他不知道，他就是来玩一趟。只有知道的人，他知道每一个当下在提升着自己意识能量，自己让自己每一个当下在一种自在的状态、喜悦的状态、快乐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跟你内在那个自由度的境界相关联，跟那个自由相关联。所以呢，在这个维度这个概念上，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厚德载物，又叫德高望重。什么意思？每高一个维度，就相当于人和蚂蚁之间的智慧差异。蚂蚁在二维空间爬，人在三维空间爬。所以提升这个维度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所以当我们知道境界所呈现的使命，我们才知道真正我们在现实中做的这些事情跟我们自己的内在到底是一种什么关联。我们在做的爱和陪伴，它的背后它呈现的是什么？当我们知道背后的这个意义的时候，我们在现实中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非常的踏实，啊，没有那么多的纠结，啊，没有那么多纠结。我们在哪个当下啊所体验的是那个当下的自在，那个当下的融合。当我们从这个理上了解的时候，我们在事儿里做的时候就很自然，啊，就会很自然，啊，我们用了各种方法，啊，有些人就质疑这个方法科学吗？那我可以告诉大家，非常科学。十方面用的每一个方法背后都蕴含着高维智慧和科学，大家就很放心，因为这个世界大家都是信奉科学。当我们把科学的这个定义域拓展到更多空间的时候，我们发现十方面的所作所为，啊，每个人在实践的叫高维世界。你怎么能用目光让对方产生跟你的能量共振呢？你怎么可能在这个音乐的过程之中就跟对方印心了呢？啊，你怎么可能在这个抚触的时候让对方真正感受到了你发自内心的爱呢？这些东西都不是在三维空间里面简单的动作就达成。你三心二意的做这件事情没有意义，你做不出来，啊，肯定不会有呈现的效果。你必须请入你当下那个爱，啊，把自己融入到那个氛围之中，啊，你才能看到这个像。对，这是高维实践，非常科学，是高科技。所以呢，这个我们讲这个世界的最高境界，我们把它称之为道。道呈现的是叫天命。我们跟道连接的那一部分，啊，走向通达归根复命的那条路，这叫天命。而天命呈现在我们这个三维空间，就是我们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在现实中所从事的事业，啊，承担的就是使命。所以每个人，啊，在这个世界上都扮演着你自己必须扮演的那个人生角色。
这个世界大家横纵横的去看，小欲望的人啊，被大欲望的人后者影响。哎，这个人有欲望很简单嘛，他想要什么给他什么，让他怎么做他就做，让他做什么他心甘情愿做。为什么？他有欲望。那我的欲望大，那我就可以啊，用一部分资源去驾驭那些欲望小的人。所以小欲望的人被大欲望的人驾驭不住，大欲望的人实际是被承载使命的人驾驭。有些人以为这个世界的文明发展是因为人的欲望推动，其实根本大家只仔细琢磨，这个世界所有的进步，那些人都是带着巨大的使命，他们带着整个对整个人类对环境对人类发展的一种使命啊，在创造着我们现在的文明。而那些使命创造完了以后，有些人把它变成了欲望。原子能的发明本来是验证着这个宇宙的啊存在的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存在的真理，可是被有欲望的人，被有控制欲的人用来作为杀人武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当它呈现在最初阶段，并不是因为欲望而成。为什么说中国人不太容易获得诺贝尔奖？因为我们近代受我们中国人近代受西方人的影响，过于功利，过于对一个物质呈现的结果执着，所以如果你给他定一个标杆在这儿啊，只要你拼命，你就能拿到这个标杆。这种事儿中国人能做到，所以他能拿很多奥运冠军，这个没问题，他有目标。诺贝尔奖没目标，他必定是你终身热爱这件事情，而且你要赌出你这一辈子可能什么都没有。这种人才能真正创造出真正的有价值的这种创造性的东西。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欲望驱动。如果这帮人给他一个欲望驱动，他可以拿，他可以拿锦标，他可以拿成一个挣多少钱的目标，可以的。但是，啊，去获得诺贝尔奖的这批人，或者是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真正的一种创造者，他是酷爱这些人，他可以穷困潦倒，但是他为这个世界创造了财富，创造了真正的达到的那个境界的东西，他才推动整个人类进步。所以很多现实中很多人在一个欲望层面上评价这个世界的时候，往往认为推动的更大是欲望，这是重心是在中间层面看到的。到重构的层面，其实使命是什么？那你与生俱来带来的你自己的人生体验，你自己真正学会下来。我们说这个乔布斯能够成功的两点，一个是他大脑没有完成现代教育的格式化，他保留了自己的活性空间。第二，他进入社会就去修行了两年，学会了从包围空间下来这个信息。所以苹果最重要的一个房间是乔布斯的房室，他在那个房间里面去做麦迪天影，他能够超越自己所处理的三维空间的时空极限。所以这就是说，他如果没有一个内在的呼唤，我做不到，而且有时候他做那东西别人根本看不到。所以一开始乔布斯被他的管理团队啊给轰出去了，因为那些人听不懂，看不懂他在做什么。而那些人现实中的啊功利的啊有限的物质游戏规则去衡量他的时候啊，他整个就是无厘头啊，他那些提出来的东西完全没有什么基础。但乔布斯再度回到苹果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要这个东西。如果他的工程师说这个东西啊很难实现，或者根本实现不了，他说那你能考虑啊？我找那个认为这件事能成功。他相信这件事在他的意识里面是可以成现，只要在意识里能成这件事，在现实绝对不成。绝大部分人是被吓得根本没有想法。我们仔细想想我们自己。我们30年前，我们可以想到我们今天在过着现在这种生活吗？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手里面的手机
啊，能具有如此强悍的功能吗？绝大部分人根本不想，根本不想。所以我们人的想法已经被我们自己给夭折了。我在上次回北京的那个飞机上，我身边坐了一个8岁的小孩，我跟他聊天，聊的什么？飞碟、太空人啊。我说你人生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我要请太空人到地球，我们要跟太空人做朋友。哎呀，我这就传，我说你太美了，你的想法有可能吗？太有可能。很多梦想是被我们给讹杀的，是被我们这些被大脑格式严重格式化以后的大人给讹杀的。所以呢，就说真正的使命是与生俱来，带着这种高度信息，是跟我们自己成长相关联，跟我们意识能量提升绝对相关联。所以呢，这个高度就伴随着我们对人生意义的彻悟，就是培德。因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德，你提升德啊，就是要德高而后德来提升这个境界，提升自由度啊。所以实际在做这个现实中的所有事情，其实都跟这件事相关。不管你是在做哪件啊，其实都跟你自己提升意识能量自由度相关。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每一个现实，都是我们内在认知投影出来的像。这个像，其实就是它。你从这个像，你能发现你的认知是什么，在投影原理的认知是什么，你就可以啊，把它转化，把它颠覆。这个就是在佛家叫的消业，啊，这就叫消业。当我们能够不断地从内在去超越自己的有限认知的时候，你的自由度就在像一扇一扇门一样打开啊！这个自由度的打开，让你在现实中的状态变得越来越自在，越来越自在。那个时候你的成功是伴随着快乐。昨天我跟一个格里芬商学院的老师谈他的一批学生的时候，他就说这些学生都是非常非常有钱，但是他们很多人非常纠结，很痛苦。他们觉得这个花钱的，表面上看花钱很容易，但是明白的都知道，你真正把钱花好，不容易。这次我们在大同天下论坛，我跟树峰我们住在一起，树峰反复的跟我讲到，花钱不容易，为什么？要对钱负责，要对每一分钱负责。当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把他们大部分捐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一件事发生了，这个世界以后不缺钱，只缺一个一批高纯度的为这个世界做事的人，把钱花在最该用的地方的这个人和团队。十方圆在实践这点，被十方圆去年拿到的钱并没有花完，为什么？在很认真负责的在花钱。十方圆缺钱吗？今年一开出啊，就有企业家说十方圆的职工的这个工资全要花掉，全部花掉。你不用有这种后顾之忧，只要把你要该做的事做好。这两年我大量的在体验的这种感受，很多人挣到钱后，他要给他的钱找到这个钱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们说大家越来越明白，财富是能量，但更是责任和使命。一个人如果没有想好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使命的话，多余的财富灾难就来了。六合彩的中奖贪官迷都遇到了。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撑死的滋味比饿死难受多了。他是富过的人，他是有钱过的人，他反过来的体验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真正当我们知道这个人生的意义是提升自由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手里的所有财富每一分的使用都要跟这件事连接。所以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为什么捐出他的钱呢？是要把手里这个相对固化的贴着自己标签的这个呢，这部分能量把它激活。这个能量激活以后成什么了？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活性能量。他
他拥有这么多财富的时候，比尔盖茨要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人家都会看你花多少钱。当他把这钱捐了以后，他说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是人愿意投资做这件事，他可以一分钱不花都有人愿意跟他一块做这事，这就是变成了德性。这个相对固化能量变成一个无穷的意识。像共产党在早期打天下的时候，他的钱比国民党少多了，他凭什么有？凭什么把那么多优秀的人聚在这个共产党这个大旗下？这就是意识的问题。真正这个世界赢，一定是赢在意识上，而不是赢在物质。归根结底，一定是在意识上。所以我们国家提出的弘扬中国文化，这个太智慧。因为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经济游戏规则、商业规则、金融规则，全是西方人。西方人给我们整了一个迷宫，我们在这个迷宫里走，绝对走不出来，永远被他控制。我们只有一个突围方向是纵向，而能够把我们拉到纵向这个方向的，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的根文化。东方根文化是从 N 个宇宙空间直接下来的，我们只要一提起来以后，瞬间把西方的所有一切变成工具，对他的游戏规则了了分明，想怎么玩怎么玩。这是我们突围的唯一出路。所以中国的领导、中国的政府太有智慧了。所以我们在十周年实践的也是这么啊，是在纵向提升意识能量，让我们自己每个当下啊自在。那十方圆第二个度叫深度，是对生命的深刻领悟。这个深度啊，它是建立在对生命的深刻领悟的基础。首先，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是高维空间在这个三维空间的投影。这个在不同宗教里面描述了啊，圣父、圣灵、圣子，什么意思？圣父是 N 个宇宙空间的宇宙能量，圣灵是贯通在宇宙中的能量，圣子是在三维空间的人形的投影。耶稣、佛、法、僧，佛是 N 个宇宙空间的能量，法是贯通在宇宙中的能量关系啊，僧在三维空间投影。理气象，理无极的理天是 N 个宇宙空间的区域能量。气，我们讲气功啊，这气就是能量，象投影。所以整个能够落实到生命层的东西，就是投影，就是高维的能量状态在这个三维空间的投影。所以在《道德经》里面上来讲，出生入死，他讲到生死这一章的时候讲出生入死。什么叫出生？啊，他们认为从娘胎里出来叫出生，那入死呢？入土叫入死，那烧了怎么办？随生投死。出生就是从投影原理，哎，投影到这个空间里来了，这叫出生，又叫缘起了，这个生命开始呈现了。那入死是什么呢？是回到投影原理的区域，啊，回到投影原理的区域。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叫视死如归？啊，那这些人很坦然，他正好该回去了，快完成这个任务了，啊，他交卷了。当然，那自杀的人不对了，自杀的人是根本就放弃继续考试了，提前放弃。那还有一些人呢，还有一些人呢，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人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个过程之中，所以他体会不到所谓的入死，所以入死又叫往生。可这是不同的，这就是生命背后的秘密。所以当我们知道，当我们回归到我们的高维状态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死亡这个事儿，就相当于看着这边一转脸看那边一样。而我们看到的那边比这边还广阔，这是你提升了的。如果你降低了呢？你降低的状态是，你会持续在一种纠结、困难啊、有烦恼、痛苦，这不就是所谓的地狱吗？所以真正的入死是回归投影，那叫归根复命，回到我们的生命的本源。所以提升啊，内在能量自由度是人生的秘密啊。刚才已经讲过。他跟我们的当下啊，随时选择的那些事儿都有关联。那十方圆直接跟生命打交道，
他实际在生命的最本源的状态在教育着自己。啊，当我参与十方圆这个义工的这事儿，跟我在美国的一个老师提到这事儿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说刘峰你知道吗，他说我20年前就在给我自己做临终关怀。他这句话给了我非常大的启示，我这个人太智慧了。当一个人在很早就把对生死的事情想透了，他的生命质量，一个人了悟通透生死以后，再回到现实人生中来，他状态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见过有些人死过一次回来的人，他变得很通透、很觉悟、很平静，啊，很容易喜悦了，啊，很豁达了。这就是他在那个过程了悟了生死。当我能够很早就开始对自己的生死，啊，对这个宇宙生命有彻底的了悟的时候，你就放下了对死亡的恐惧。当你一个人能把对死亡的恐惧彻底放下，那你的生命质量真的不一样。在这个时候你在得病，你都不会像那个在对死亡的恐惧中得病啊体会的那个痛苦那么深刻。相反的，那个过程变成你自己看到了一道你的生命的题目，你是在做一道题，你的疾病是你自己超越你自己认知的一道题目啊，你就不会觉得那么无奈，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为什么降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是对人的，对每个人来讲的意义啊，非常的深刻。所以这就是深度啊，提升那个啊啊，提升的机会呢，实际是在每个当下。今天早上我还跟一个朋友在通话的时候，当时我在看多少啊很多书，我在准备啊投入一些事情，我说你要准备到什么时候，我说这个投入是在当下。当你决定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这件事从明天开始。很多人在等待，等待一个机缘的到来，那你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啊！此时此刻这个当下就开始，你的生命就是你这个一念之转，生命的向改变啊，生命的向好。你等待着未来的某一个时刻，未来某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激发了我的某一种内在的智慧，你再开始，那你可能永远觉得这个时机没有到。有一个朋友说，修行是有条件的。他说，当我的物质条件没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具备修行的。他说，修行是奢侈的。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才觉得是准备好的？10年前你从一个内地城市到沿海城市的时候，你当时的人生对物质的目标是什么？想了想，一部车，一套房，银行里存5万块钱，那时候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今天了。我说你这个目标什么时候达到的？我说到这个地方，到这个沿海城市，我年达到。那我说你现在还没觉得具备你的那个条件吗？我就笑了。这就是欲望，欲望会耽误我们的啊，会耽误我们跟我们自己内在的结果。你不断提升了，欲望是一个永远亏欠的山谷，它一个谷加一个欠。你去等待吧，啊，这个世界水涨船高，啊，你挣到10万的时候，10万元不值钱；你挣到100万的时候，100万不值钱；你挣到1000万的时候，1000万难。你前面永远有比你富得多的人，但你永远开始。你到最后临死的时候，你发现你挣来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而真正有意义能够挣来你每一个当下自在的那件事儿，你发现。所以说提升的机会不在未来的某天，就在当下，就是此时此刻。那第三个度呢，称之为广度。那我们休息5分钟，谢谢大家。刘老师讲了，我们十方圆的两度，我受益最大的一句话是：这个世界不是被欲望推动的，而是被使命推动。好，下面有请刘老师再次上场，掌声给到。其实我每次讲课，我对。
在场的场上能量感觉特别明显。所以呢，也是因为每次讲的啊，讲到比较那个有感觉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就被碰撞，很多灵感是现场来的。其实刚才我讲的有些以前没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冒出来了。那我先讲到第三部分啊，我们要保住啊，叫求同存异，兼容并蓄。首先呢，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多元的时代特征。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实际是一个日趋圆满而多元化的时代。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呈现的理论系统啊、智慧系统层出不穷啊。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所有传统的宗教啊，它依然蓬勃的在这个世界上发展，同时产生新的许多许多的思想体系，包括心理学啊，层出不穷。啊，跟心灵相关的话题层出不穷，啊，来自西方的、印度的，啊，各式各样的修炼法门层出不穷。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我们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人，我是搞企业的，啊，我们当时在上世纪的最后啊90年代啊开始在这个中国建造企业，我是把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搬到中国来。专门在这边建工厂，那个时候我们招到的那些啊工人，大部分是70后的。那这些孩子啊，这些应该已经现在已经不是孩子了，在当时啊那种管理啊，实际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呢？是准军事化管理啊。这些孩子从农村啊，从偏远的地方到了沿海啊，这种准军事化管理对他们来讲非常有效。那当然到了80后这个，甚至到了90后，我们现在发现对于企业的管理，在员工管理上面临很多挑战。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信息迅速的发展，沟通迅速的沟通的这种渠道迅速的增加。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整个时空的特点。古代一个人一辈子走过的路、见过的人、经历的事儿，我们现在人一个月都跑不了。我们现在一个月经历的信息跑不的路，我这成天飞来飞去的，好，那我过去这一个月的事情，过去古代人可能一辈子都经历不了。我2000年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就飞了13趟，就来回飞啊，就飞了13趟啊。我记得有一次，我是那一年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在飞机场和飞机上累积的时间是40个小时，在一个星期里，三分之一的时间啊，都是在飞机和飞机场。所以说，我们现代人的整体的这个信息密度啊，在每一个人掌握的信息密度啊，越来越多。同时，你看我们现在一个员工，一个年轻的员工，他所驾驭的信息量，可能超过他的。这个公司的领导说一句话，年轻人可以在网上找到多条或者许多跟这个话相反的说法。所以怎么管理？过去的管理是因为信息不对啊，这个高一级的人掌握的信息啊，比低一层的人掌握的信息更多，所以他以信息的这种掌握的这个资源就可以驾驭。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再看看宗教，宗教2000年来啊，在不同的地域，用自己不同的传播方式啊，积累了大量的信众。但是现在，当这个世界的整体格局打开了以后，各个宗教之间的理论体系啊，高度融合、高度碰撞。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坚持某一个理论体系是唯一的正确的，那我们把我们这个整个人类就是分隔。而人类终究是合一，所以只有求同存异，寻找所有系统里的相同的东西，然后尊重一切的，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交响乐。大家知道交响乐里的每一个乐器都是被尊重的，但是它组成的这个乐章啊，而这个世界上
有这个能力驾驭未来整个世界能量体系演奏这个交响乐的只有中国。连中国中华民族的这种包容性对各种事物的接纳度，它是东方智慧的一个集合。所以从这一点上，你看中国集合了那个儒释道，其实西方的东西在中国也是被融合，包括基督教。虽然中国我们呈现的是不渲染任何一个宗教，那恰好显示了它的生产性。因为现在宗教很多是人为因素在里面，当你用一个宗教来融合一个政权的话，那就是对其他宗教的不同。所以只有对所有的宗教表达一种尊重但不被任何一种宗教左右的状态，才是真正扮演人类智慧交响这个角色。所以这是中国东方智慧一定不扮演角色。所以这个十方缘呈现了一种广度，就是接纳所有的各门各派各种方式。在十方缘平台上，大家很多老义工都知道，前前后后有几十位老师站在十方缘的讲台上传授他们的人生智慧。而十方缘所接纳的是不评判，不批判，不评价，全然的接受。因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觉醒的缘分，每一个老人他不是说只用一招就能通吃的，一定是每个人适合不同，有了自己的个性。所以我相信十方缘这个大门还是持续展开，各种方法只要是能在心灵上对人有所帮助的好东西都会接纳。所以这就是充分体现广度充分体现的这种广度。而这种广度也呈现在所有的义工，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义工每个义工每个人的人生的课题不一样，每个人能够让你获得智慧启迪的那个敏感点不一样。所以十方缘不是只在帮助老人的这个层面，是帮助每一个，使每一个义工能在这个平台上得到自己心灵的成长。那这次跟叔公在三亚的时候，我们在探讨说到十方缘的真正的参与员工为什么来做这件事情，我们突然明白一件事只有把提升自己意识能量的自由度，把培德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人，在这个平台上才能真正的体会我们做这件事儿的真正意义是。如果还停留在做好事服务社会这个层面，那还没有真正通透跟自己的生命连接。十方缘是需要跟自己生命连接的人做它的时候它才真正的是一种自然的自适应的一种持续状态。它的生命力是一种自然的，这叫道法自然，它不加任何的强制性的理念上的宣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过程其实不是在宣贯一个知识，是共同在唤醒彼此的智慧。就像我们面对老人一样这里面没有什么真理，都是借用语言在表达的一种能量状态。所以背后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我们看到的这个广度是无穷高的。所以求同尊异就是尊重一切存在的时空和理，只要它存在它就有存在的价值，就有它存在的意义。再往深说一步，其实我们看到的所有存在都是我们自己内在认知的投影，你内在没有东西你根本看不见。所以那个你对所有外部世界的尊重是对你自己内在认知的一个尊重，只有尊重你超越是非超越评判的去看你自己的内在认知是什么时候，你才有可能真正彻底的把它超越。如果你认为这些东西是外面的，那你跟他之间永远产生了一道隔阂，这个隔阂使得你永远把这个内在的东西无法觉察，而它永远卡在你生命之中。
所以实际的本质，所谓的求同存异，实际是对自己自我觉知的这扇窗户是用来敞开，这才是根，这才是根本。这个说到了最深层，说到最深层。那么集合一切社会力量的生命教育，这是我们呈现的一个现象，十方人所呈现的现象，就各门各派的东西在这个舞台上，它都不呈现。而不同的义工在不同的，比如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的培训，只是照顾到在十方人这个事业发展过程之中，啊，需要在不同层次上伴随着你的人生实践，没有实践的这种领悟。他可能没有办法真正落地，而石方圆是这样，他把这个每一次的培训啊，都跟他的具体实践有真正结合，他们都有相关性。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获得智慧，我们可以用一维的方法阅读，阅读获得智慧，啊，获得知识，它速度不如你看一个图像，这个图像是二维的获得。启发的一种图像式，那图像式的不如三维的实践。人在这个实践过程之中得到的智慧的启迪，它在一种高密度的信息状态里面，你身在其中的这种能量状态里面，你在这个能量场的状态里面，你得到的开悟的机会会更多。所以他是把这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帮助我们做一些引导，最终是把它落实到实践之中的。所以，十方圆从第一天开始保持，每个星期必须有三次，在十方圆实实在在的去实践这件事，实实在在的去广纳这个世间的一切智慧，跟这些智慧连接，给每一个义工，给每一个工作者，提供内在心灵成长充分全息能量唤醒的空间。什么叫全息？就是所有方面，你生命的所有方面都跟这件事相关的。所以他说，十方圆这是一个生活方式，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组织行为活动，它不是，不像我们组织一个活动啊，组织一个公司里运作一件事情啊等等，它不跟这个不一样，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人沁浸在这个状态里面的时候，他就在一个爱的能量里面，他就在一个宇宙能量跟自己内在连接的状态之中，他把这个禅融回到自己的当下。他把跟老人面对的这种爱啊带回自己的家，带回自己的周边，带回自己的生活之中，啊，这个才是他真正的啊呈现的现实的，啊，价值所在。那么十方圆啊，这是第四，叫温度，啊，这个温度是什么？是正能量带来的身心和谐。我们知道，当我们感受一个能量，我们身体感受一个能量的时候呢，啊，这个光照过来，我们觉得温暖，啊，它是一个能量的体现。这个温度怎么呈现的呢？这个能量振动的活跃共振，产生共振，它就会升温；振动变得缓慢，它就降温。所以我们产生这种能量的共振，本身就是一个能量传递的一个标准，一个表征。那这个温度自由度高的能量能够产生啊我们内在的啊一种能量的一个共振。我这次在这个杭州讲课，那两天感觉特别的，在房间里面大家都把厚衣服全都穿上，可是我讲课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外套脱掉，我现在已经脱汗了，啊，我这要把外套脱，我就穿一个这个里边这个衬衫讲课，底下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你不冷？我的手还非常热。就当我们在一个能量共振状态的时候，啊，这个温度会产生。这个温度会产生。这是我们自己可以亲身体验的。你像我在念那个《德道经》的时候，诵读《德道经》的时候，当我们用我们的下丹田发力，真正的让我们专注在《德道经》的这个文字上，啊，诵读它的时候，我得一章道一章没有念完的时候，脊梁就开始。这就是跟能量共振的效果，这跟能量共振的效果。结果在杭州讲第二天的时候更离谱，我穿了一短袖上去，
其实这个讲的过程也是在跟能量共鸣，也是在一个共振的能量态之下，所以这就是说温度，这现实中最大的正能量就是大爱。我们经常进到一个教堂里面，当圣乐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一股暖流从上往下就下来。我们把那个东西，那个状态叫灌，在基督教我们叫圣灵充满。这个境界我们什么时候能感受到呢？你在打哈欠或者打喷嚏，要打没打的那个状态啊，你先体会那个状态。你当进入那状态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通透，那一下啊，这个能量进入状态，而你的眼泪也会就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处于一个准阿尔法波的状态，是一个接收。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在你旁边哈欠打一个哈欠，你就打一个哈欠，旁边人说 ：“Thank you， 上帝保佑。”对，他的呢意识处于一种开放接收态的时候，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正向，一个好信息。因为中国人有时候一打喷嚏，旁边人说阿弥陀佛，啊，比如说长命百岁，啊，有时候大吉大利，什么意思？在那个时候，啊，人意识开放，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意识是空的。你再打哈欠、打喷嚏，你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你肯定是放空的。这也是我们打坐的时候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我只要一坐下来，要让我自己马上静下来，迅速让我找那个打喷嚏、打哈欠、要打没打的状态，一下就在那状态。这个大家一个窍门。有时候你打坐半天，你可能胡思乱想，你都静不了。你要想让它静，你马上就要打个哈欠、打个喷嚏。你要打没打的状态，那段时间你空。这也是给我自己的体会。所以我们知道，这种能量你是可以随机感受到。有的时候你听到一个非常感人的音乐，一个梵呗，像一个唱梵音的，它从高位下来，一句话下来，你会觉得忽悠一下，整个能量过去了。我是有过很多次这种，相信在座各位有很多朋友不是这样。你像有些大师，这个手忽悠一盖上来，你就觉得忽一下就下来，确实是这样啊，这就是。这个能量带来的你的共振而产生的内在的温暖啊，不是爱是温暖，内在的温暖。这种温度绝对不是说从外面给你多盖几床被子的事儿，让它从内生发这种温暖，所以它才能大。所以我们通过目光，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人目光带着温暖，从他的抚触，从他的这个交流。包括语言的交流，包括音乐的交流，那种由内而发的温暖，那种产生心灵的温暖，这种温暖产生一定是产生共振的时候产生。你没有产生共振的时候产生，而且你这样，你能带给别人温暖的时候，你一定自己先温暖，这很重要。你自己冰冷的心，你怎么可能把人家给温暖呢？啊，所以这是一个互相，啊，这是一个互相。所以能量的和谐共振带来的内心真正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温度，这个温度。当然了，我们在拥抱的过程中，我们在握手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感受到一种温度。那在彼此的唤醒中，这个唤醒不是我在唤醒了，不是我在此时讲课在唤醒课，是我们在彼此唤醒。因为我在感受这个能量的一种回馈，当有这个能量回馈的时候，它成了一个正循环。这个正循环创造这个场域能量，是我们共同的。受不过啊，所以这在这种彼此的幻想中，其实我们现在是在融合的同样一种共振一种能量，我能感受到整个能量在跟我们一起共振状态，在当下的交流中面，这种交流现在是一言堂，但实际这个交流是我们现在同时在产生啊，在这种状态之中，我会有很多灵感冒出来以后，我就啊自然就流露出来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正确。在一个彼此的大爱的潮流，爱不是母，大爱也不是母，它只是三维空间的临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更高的，更高自由度的空间。这是我持续的送给十方人的。我们没有停留在只在这个大爱的层面，大爱太难了，
太美好，但是我们的人生故事一定在这里，你才能够承载，你才能真正无限的传达出来，因为你的源头在更高的维度。如果你的源头只在这个三维，你没有力量持续的提供给他，没有力量，你是在交换，你需要索取，你需要得到以后你再转化。当你跟你内在流通的连通的时候，这个东西从高维下可以无穷无尽的呈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般的人在求爱，啊，希望别人爱自己，求爱。高一点境界的人是可以吸引爱，还有魅力，啊，别人会爱他。最高境界，我就是爱，啊，我在哪儿爱谁，那他一定是跟高维连通的。他这种连通的人，他对爱从来不吝惜，他从来不去看别人对我爱不爱，我在考虑是否爱他，他不需要。他知道所有的付出是他自己的一次的累积，而他知道所有他的付出啊，自然就会投射出啊这个世界充满。所以我们在对子女的培养，啊，一定要从小就要让他学会付出爱，无条件的付出爱。如果我们没有去培养他这点，那他的生活有点遗憾。因为当他学会无条件的付出的时候，他的一生生活在被爱包围的状态，那他多幸福。我前两天跟一个企业啊，这个参加一个企业会议，我前面发言的是他们销售总监，振臂高呼啊，我们在培养锻炼一支狼性团队。我下面我就跟他说，你想的太人类了，害你自己，因为你把你自己变成狼，你就生活在狼群，你周围全是狼，你舒服吗？最后你自己被咬得遍体鳞伤。就是说你想啊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周围就是什么。所以说佛看众生皆是佛，啊，你是佛，你看这个世界全是佛。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哎，这句话太科学了，因为他只要看见外面有一个鬼，就说明他心里有一个鬼，他心里有一个鬼，他就不是佛。所谓佛看众生皆是佛，只有他自己内在圆满的时候，周围是佛。如果我们真正了解这一点，那我们就是爱佛。因为你本自具足，在这个我手指尖这一点，既有这个能发出的波，又有那个能发出的波，这个宇宙中所有的能量波都会通过这一点。所以这一点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啊，这就叫众生皆具如来的相。我们每一个人内在具足，你相信不相信？你如果要相信这句话的时候，要知道你就是爱的化身，你在哪儿爱就在哪儿，你就是财富的化身。很多人在挣钱，用自己的生命去换钱，他境界不够。第二个境界是吸引财富，财富会流向我。第三个境界，我就是财富，我在哪儿财富就在哪儿。很多人怕黑啊，到处找亮的地方，找光啊。第二个境界呢，高一点，吸引光，他是明星，他站在这儿，光追着他。第三个境界，我就是光，我在哪儿，光就在哪儿。他眼前有黑暗吗？其实十方人，每一个人都要理解到，每一个自己，每一个个性都是充满光明，充满爱，那是你内在具足，根本不是外面人。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温度不是别人，你自己本自具足，本自具足。只有到了这个境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知足。一般人是不知足，有匮乏感，觉得我需要，我需要从外面拿到，来补充填补我的不足。第二个境界呢，啊，知道够了，我不需要再多了，这样的人已经不错了。第三个境界就到了最高，我本自具足，我什么都不缺，一切都是我内在创造的，这才到了真正通透啊觉悟的层次。所以说呢，我们讲到的这个爱啊是一个中间层次，但是它是可以在现实中呈现的，可以在现实中呈现的。只有当你真正爱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别人。你说这个世界上，一个婴儿最能了解婴儿的是谁啊？一定是他的母亲。婴儿不能表达，他说不出来，但是他有一点点不舒服，母亲会感到。为什么？
因为母亲爱他，母亲对他的爱是无条件的，他母亲跟他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啊分离的障碍在，所以他能够体会到他别人体会不到的。石庄园跟老人之间正是因为建立了这样的爱的关系，他才能体会到那个，才能真正跟他共振。